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ン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这个鸡子不管是什么时候看都让人受不了啊。来，请大人您笑呢。这些都够我玩乐一生了。天哪，真好呀，能够吃喝玩乐一辈子。要是谁能给我那么多金光闪闪的金子该有多好啊。小丸子，帮忙去买点东西。我现在正陶醉在古装剧里面呢。你是陶醉在大大小小的金币里吧？啊，不好意思，小姑娘。什么事啊？你知道高桥先生的家在哪里吗？高桥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样，真糟糕。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那个老奶奶问我高桥先生家在哪儿，但我不知道。高桥先生吗？高桥先生，他有一座柿子树房子，对吗？没错没错，是有柿子树，离这儿很近的，我带您过去吧，可以吗，老公？啊，小姑娘，那这件事就交给叔叔吧，这个我来帮您拿。那么我们走吧。遇到好人了呢，真是太好了。还有肉没买，不好意思。欢迎光临。麻烦请给我300克猪肉丝。好嘞。上等里脊，上等小里脊，牛腰肉。啊，真想一口气买一堆这样的好肉啊。麻烦请给我2块牛腰肉。谢谢惠顾，牛腰肉是吗？请稍后。牛腰肉，他刚刚说了牛腰肉。是刚才的。小姑娘，老奶奶已经平安到达了，你放心吧。小姑娘帮家里买东西嘛，真了不起。没什么啦。给你猪肉丝300克，让您久等了。谢谢。多谢惠顾，不好意思啊，客人，现在我马上帮您包装。没关系的，我们不着急。我们俩很喜欢这里的牛腰肉。难道他们一直吃这么贵的肉吗？给您牛腰肉，让您久等了。给。谢谢。再见了，小姑娘。再见了。再见了。那道光是什么？金牙。多谢惠顾。哎呀，多好的夫妇啊。原来买高价肉的就是像那样的人的。欢迎回来。爷爷，张开嘴让我看看。你干嘛叫我张开嘴？快点张开嘴啊。果然没金牙。金牙那两个人不仅人好，还是有钱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金牙呢，真是太耀眼了。
我觉得秀树在笑的时候，雪白的牙齿才耀眼呢。切，姐姐，你还是去看看金牙的光辉吧，真是狠狠地揪住了人心的。小丸子是被金牙抓住内心的小孩子，他们俩长得也很和善，穿的衣服也非常时髦。啊，对了，爸爸妈妈也去装个金牙吧，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像那对夫妇那样耀眼了。医保可不能用在装金牙上，别说不着边际的话，价格也贵，装不起。切，期待这个家的大人装上美丽的金牙，我真是大错特错了。对不起，丸子，都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才没有金牙，要是我装有金牙的话，就好像狮子一样。我们来约定，下次换新假牙的时候就用金的，用金子做的，丸子。真的吗？太好了！你当真吗，爷爷？嗯，当真。只要丸子高兴，我愿意倾尽全部财产。老爷子，你说什么傻话啊？就是啊，爷爷。哇，这样的话就可以和爷爷一起去肉店买牛腰肉了。小丸子，你给我适可而止一点。你要是真觉得金牙那么好的话，那就存零花钱自己装。没办法吧，所以还是放弃吧。不要，那我就做给你们看，到时候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美丽的金牙。你知道装金牙要花多少钱吗？应该很贵吧。1000元，不，2000元，够了吗？怎么可能够，差远了差远了，要上万元。上万，你看没办法吧，还是放弃吧。不放弃，我要开始进行金牙存款。金牙存款？1天30元，存1个月就是900元，如果存1年的话，就能存够10000元了。小丸子虽然不擅长数学，但一旦牵扯到金钱就算得很准。太好了，那我就先存10000元吧，金牙等着我吧。第二天，梦想一步一步前进。怎么了，宝贝？这样盯着我看。花轮同学应该有金牙吧？是什么金牙？花轮同学，你有吃过牛腰肉牛排吗？哦，昨天刚刚吃过牛腰肉牛排。那就是有金牙喽。应同学，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被蠢人追问的花轮同学真是可怜呐。对不起，非常的遗憾，我没有金牙。明明是有钱人却没有金牙。我说小丸子，不要勉强去装什么金牙了，我觉得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吧。一想到要把每天仅有的30元零花钱存起来，确实觉得有点头晕。对呀。可是小鱼，你想啊，你想想，那可是金牙，我也想要像那对夫妇一样那么出色的人，我想抓住幸福啊。我不明白。我不懂小丸子在想些什么。对了，不仅可以存零花钱，我再做个募捐箱好了。募捐箱？在箱子上写上请赞助我买金牙，放在车站的门口。亏你能想到这样的募捐。小丸子，在车站前募捐是不是不好啊？再见了，我今天的零花钱。小丸子，你真的打算存钱呢？当然是真的了，我要成为这个贫穷的家中唯一拥有金色光芒与牛腰肉相交辉映的女人。是是，那就请你变吧。我买了鲷鱼烧，一起吃吧。这是丸子说的那个箱子。爷爷，不管什么时候都接受大家的捐赠。其实我也很烦恼，如果只靠零花钱是很难存够装金牙的钱的，对吧，爷爷？你又来这一套，求爷爷了。那有什么，爷爷也想早点看到我一咧嘴就露出闪耀着迷人光彩的金牙那种可爱的笑脸吧。想看想看。好，我要
要捐款。不要捐款，爷爷。那么我要吃鲷鱼烧了。那好好吃啊！啊，我也要吃，我也要吃。我不客气啦。哎，是不是好吃的不得了啊？好痛啊！哎呀，蛀牙吗？我看还是要去看一下牙医比较好。不要了，只是有点痛而已。对了，你是不是想装金牙？金牙可不是用来装饰的哦，还必须去医院看牙医。要让医生给你治好了牙，才能够装金牙，明白吗？金牙要看牙医？什么？是真的吗？小丸子终于看清了现实，那耀眼的金牙的光辉正在迅速地消退着。金牙存款箱仅仅一天就结束了它的使命。小丸子自习课上很辛苦。各位同学，现在呢是梅雨时节，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容易生病，请大家注意身体。婉伟同学今天请假了呀，不知道有没有事。小丸子，快睡觉去。耶，怎么这样？不看完这一集的话，我肯定睡不着的，对吧，爷爷？虽然很可怕，可就是想看。妈妈，就让丸子看吧。妈妈，求求你了。真拿你没办法，明天你起不了床，我可不管你。要是没看那个电视就好了，唉，现在睡不着了。因为太恐怖，我一直睡不着，真是后悔啊！啊，我也看了那个，太恐怖了。山田好慢呐，婉伟同学也不在，今天请假了吗？哎，你怎么了，美环同学？不太精神呢。我有点不舒服呢。早上好啊！早上好，你差点就要迟到了。哈哈，看到一只可爱的青蛙，然后我就一直跟着它。哈哈，跑到哪里去了呀？太悠闲了，你今天是值日生。是这样的吗？哎呀，早上好。早上好。因为户川老师今天发烧了，所以他请假了。是不是感冒了呀？有点担心呢。第一节课的体育就由我来负责，大家换好衣服到体育馆集合。喂，那边的那么懒散，下次再打哈欠就绕操场跑一圈。老师，我有点不舒服，去一下医务室可以吗？你的脸色不太好啊。我知道了，保健员，你陪他去吧。是。今天不会一直都是体育老师来上课吧？啊，那样的话连哈欠都不能随便打了。第三节课会有其他老师来上课，所以第二节课大家就自习吧。自习啊！看着课本里的范例，写好毛笔字，然后交上来。现在可以悠哉一下。太好了！下课的时候要把练习之后写的最好的字交上来，班长要让大家好好自习。老师，班长婉伟同学请假了，美环同学在医务室休息。哦，是这样啊，那就让值日生，英同学和山田同学。是，听好了，值日生好好的负起责任，要让大家认真自习。负责任，这下可有麻烦了。明白了吗？
是。晚一点我会过来看的，请大家好好的练习毛笔字。啊，在这种日子里当值日生真是太倒霉了。喂，冰冰，冰冰。别睡着了，老师来了看到你在睡觉的话就变成我的责任了。嗯，又不会马上就来。啊，说的也是，老师应该不会那么快回来的。没错。快醒醒，值日生！这么懒散，去操场跑十圈！小丸子！啊！哎，原来是梦啊，太好了！往那边看呢，嘿！石头剪刀布，往那边看呢，嘿！哎呦，能不能听到青蛙的歌声呢？呱呱呱呱呱！喂喂，山田同学，啊，怎么啦，小樱同学？你也是值日生吧？我们要一起干。明白啦。哎，真是一点都靠不住。冰冰，真是的，快点起来呀、啊！真是的，没办法了，这样的话。你醒了吗？好啦，快点做作业吧。切。哎，好无聊啊。啊。我说你们安静点吧，这啰嗦，一边去啊！什么嘛，真是的！不知道有没有青蛙？哦，看到了好东西！哎，好东西是什么？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啊？啊，可以啊！给你啊！啊哈哈！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上当了，上当了！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边沾上了墨水。啊，是这样。喂，给我安静一点，听见了没有？喂，你才安静一点。你说什么？关口，快回到座位上去。切，不要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来命令我。你说什么？别开玩笑了，快点回到座位上去。你说什么？没听到的话，我再说一遍。你们两个都给我停下来，都别吵了。要是现在体育老师来的话，一定会让你们两个人去跑操场的。跑操场一圈，可能是五圈。别开玩笑了。哎，我才不要。小樱同学，你制止了吵架。你也真是的，你这张脸肯定会惹老师生气的。快点去洗脸，求你了。我的脸现在怎么样啊？告诉我吧，告诉我。好了，真是的，快点去洗干净。那我就去厕所的镜子看看。真是辛苦了，小丸子，这样你自己练字都没有时间了呢。哦，幸亏你提醒。好嘞，写好了。啊，居然写超人呢，真是的。嘿嘿，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开心呢。哦，那我写一点我喜欢的东西吧。小丸子，下一张我好好写。山田去哪里了？啊，那个山田他去厕所了。这样啊，大家要认真写，因为我要向户川老师报告三年级四班有没有认真自习。要是大家没有好好自习的话，户川老师肯定会很失望的。大家写好的字等一下值日生收齐了拿到我办公室来，听到没有？是。
山田到底在干什么呀？马上第二节课就要结束了呢，去看一下吧。啊，山田同学，你在吗？真是的。啊，就快要下课了。银同学，你跑哪里去了？那个，我不是说了让你看着大家好好自习的吗？你到底在干什么？对不起。真是的，值日生在外面随便走动。老师，小丸子什么错都没有，很认真负责任的。小鱼，山田同学，老师，小樱同学一点错都没有，他刚刚是去找我了。哈，我刚刚从厕所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只很大的蝴蝶，不知道是从哪里进来的，然后我就追着它，就回来迟了。对不起啊，小樱同学。山田同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你们三个人都回教室去吧。是。啊，自习课的值日生真让人受够了。第二天。昨天真是非常对不起了，老师今天呢已经好很多了。英同学，在。体育老师他呢已经告诉我了，值日生你做得很辛苦吧，真的是非常辛苦你喽。户川老师的一句话让小丸子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英同学，难道说你的目标其实是下一次的班长选举吗？别开玩笑了。哇，好可爱的手提袋呀，送给小玉的话她一定很高兴。居然要600元，不过为了小玉，我一定会想办法存到钱的。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玉的生日礼物。